最近想要教妹妹打个咯，感觉她还没有游戏天分，下次开台来教妹妹打咯好。我那时候看蛇蛇教他妹打咯还蛮有趣的，很多欢乐。哎呦，小心哦！他干嘛？他让输线欸，整个输线。我妹妹，我有一个跟我长得，大家都说我们很像的妹妹。我妹大概就是我留长头发的样子。然后脸再比我长得更斯文一点。他把它吃掉了、欸。但我跟你讲，有观众有看过我妹妹的照片，在 LAN Party 的时候，很久以前。超小啊！哎呀，他在动你啊！我要等他十秒。假装插眼。好，回来。
土太硬，挖不动。你是地质系的吗？吓死人了！Jungle， 你的那个，你如果没有先把这个往上合先出鞋子的话，真的是会很慢哦，装会很慢，打人也会打很慢。那有优势就是你的速度真的跑得比较快，可是能不能够照着那个制造点优势，就真的是蛮看场合的。你吸我干嘛、啊？你吸我干嘛、啊？为什么要吸我呢？为什么你要吸我呢？那留着多好用。会不会有装狗？应该不会的。完了完了。你 Q 到，100块红眼，哎呦，这雷克斯明明是台湾人，连脏话都要骂英文的，他肯定是想要学 ABC。
想要当个外国人，让自己比较高级，因为台湾女生都应该不能够说台湾女生，应该是说台湾女生跟男生都会喜欢洋人啊，就是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，这是最近的潮流，所以你要学得很 A B C， 可是因为你长得其实不是外国人啊，那你只能够用让自己的口语讲得比较像 A B C 一样，我刚刚从加拿大回来，听不太懂国语，But you know， 我想要去那个swimming pool 啊，那怎么讲？游泳池是吗？啊之类的。哎呀，要去游泳池。你要学得很像吗？还是不像？真的很像。我也想当一个 A B C， 非常想。欸，这个不要哦，这个有危险哦，会出事哦。哎，不要回，不要回头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回头，别回，别回，快吃，快吃！那女士现在可以打装哥吗？可以打，但是他没有什么伤害哦，而且装很慢，所以大部分人会把它拿来当成是硬开的 sub。硬开的 support 不会是一个 jungle， you know， you know， OK， OK， you know what I mean， 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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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想要干嘛？走开哦，这我的红眼哦！你敢来，我就刚你！我现在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擦这一只眼，我希望我可以活得下来。OK， 好，我下来。我觉得这个的四雷星还蛮单纯的，是我这样觉得吗？欸，这个可以 gank， 这其实他如果要出来，欸，他们看到了，有 pink。他干嘛？他一个狗头 TP 过来是能干嘛？哎，别冲动！我真的觉得，哎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在那边打是一定会进塔的哈。我真的，所以我不想打。我真的不懂欸， I can't understand 这个，他想要我 dive，
其实我们刚才拖着就赚了啊。我们刚才拖着就是赚的、欸，干嘛啦？那、哦、我们刚才拖着就是赚的。这边有一只猪女。我们刚才在那边，我直接撞的话，我们会在这一边开战。我们会在这边开战，这边开是完全是一个 mistake， 会是一个 trouble， 会是一场灾难。You know？ 所以我们要坐在外面才能够 fight。我是装 ADC 讲中文，我还是讲中文啊，我还是讲中文。那我接下来要干嘛呢？他现在想干嘛？这设计师到底想干嘛？AD 在上，下路这一波可能要换人吃了，看来就让我吃吧。怎么说我也是个 P1， 你要从上路保练下来哦？我觉得别吧。他也是这样保练下来。中路要死实话，我看不太懂他大我的时机耶。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大，好也是可以啊，是可以。我是喜欢再晚一点点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好歹也来吃一下。我被阴了，哎，这个猪女很不老实哎、欸，做人怎么不能够这样？这猪女真的太不老实了，
年纪轻轻在那边骗人。跟你一样的杯子 ，Apple 520也是用愤怒鸟的杯子，这是愤怒鸟吗？我看看，那是愤怒鸟的那个字。哎呦呦！这个大学这样才抓才对吗？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。好啦，各位的牺牲 play 可以让我们拿到一座兵营或者是八楼，但是我觉得拿兵营就好了。他干嘛啦？他干嘛？别！我们拿兵营就好了，真的不用这么的冒险。能赚就先赚嘛，我们拿完兵营，他们又不见得可以拿八楼，您说是吧？您说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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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他这个大学失准嘞，他大学也太歪了吧！他在那边哔哔哔哔哔哔哔，拿不回来。哎，你们还要在那玩多久啊？对啊，我们拆这个，再拆这个就好了，不用。哎，又勾我，我的妈！